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开箱的玩具是 NCA 的《回到未来》的 Doc Brown，布朗博士哦，这只角色。那这个布朗博士呢，算是《回到未来》系列的第五只了哦。我是以发售的一个顺序来讲的啦。那你看这下面已经有出了，这些都出了啊。那布朗博士算是这些之后的哈。那我们不能照这个图片来讲说它是第四只，不是哦。那目前来说，NCA 出在未来回到未来这系列呢，已经出了六只了，但是它这边只有五只。那第六只呢？第六只是哪一只呢？就是马蒂哦，马蒂在第一集乐团甄选的一个造型。那他这第一只这个经典就是红色的一个背心啊，穿红色背心，他就是把那红色背心脱掉了，就是全身就是牛仔衣、牛仔外套、牛仔裤这样的，然后背一把黑吉他。哦，这是第六只。那之后会不会 NCA 还会再回到未来推出新的人物？我肯定会的。哦，那他们已经有预告了，预告回到未来二的博士 Doc Brown 博士的造型。哦，那可能很有可能是第七只啊，但是还不是很确定。好，那这个是Doc Brown 的一个外盒的一个封面。那这个外盒封面不太像是电影海报的啊，那应该是他们自己 NCA 自己去设计的。对，很多都是 NCA 自己去设计的。当电影海报不够用的时候，而且比较不符合人偶的时候，不符合内容物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自己去设计啊。然后这边有贴一个回到未来35周年的一个贴纸那其实这可以扒的啦，这也蛮好扒的。也许有些人觉得撕下来比较好，然后有些人觉得它代表这个产品的一个故事、一个历史、一个纪念这样子。哦，那这样撕起来也蛮不错，干干净净的哦。如果你要贴，可能贴在这边了。哦，这样就不错啦，一样是纪念35周年的。哦，那我还蛮喜欢 NCA 在 Ultimate 这系列7寸的哦，他们的一个的盒装，然后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一个很像书这样打开来，那你可以，它有它自己的封面，然后打开来还有它可以看到内容物，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棒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 Ultimate 的七寸系列可动都是这样造型，可能不见得啦哦，像忍者龟就不是啦，还有那个，魔鬼终结者好像也不是，很多都不是啦。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啦，我还蛮喜欢这样。那有时候一打开，它就变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偶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写真照哦。好，那我还没有打开的时候，看一下它这里面的一个，主要是头雕啦哦，头雕它的造型，我觉得真的做得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
这个地方有点忘记了。这个好像是，1955年，就是他电影设定1955年的时候，他那个博士 Doc Brown 住的地方啊。我先顺一下他的关节啊，那我想专注一下啊，专注他顺他的关节，顺关节非常重要啊，不然等一下一不小心啊就折断了。那终以为 ANCA 它的轮廓比较强硬啊，不容易断，但是其实你看网络上。很多说玩家分享的，他们都时常就是断脚、断手的。那我之前也断过了，所以就有时候会怕。那把它顺的比较松哦，可能比断掉还来得好一点哦。断掉就断了。可是松了，至少没有断。然后一方面也再试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觉得这整体哦，整体这个 Doc Brown 的，不管是。不管是它的配色不着色啦，它的造型哦，其实都做的还原的非常高你知道？那它可能是因为太有特色了哦，眼睛大眼睛就不觉得涂装好像哪里不对。但是你看那马蒂的话，马蒂你会，当然我都给他戴墨镜了，
他另外一个没戴墨镜的一个脱掉，我就觉得做的有点好呆，有点丑，哦，有点怪怪的啦，有点像那个纸扎人偶那种感觉啦。好，那大可不让这个做的真的不错哦，不管是他涂装啊，还有他的一个线条比例啊，但是好像不太好站哦，一直有点东倒西歪的。顺一下在这边。他另外一个脱掉就是惊讶的脸孔哈，那我们就知道 Doc Brown 他在，我觉得就是回到未来，他很多元素了哈，飞天车啊，还有一个男主角选的好，其实第二个男主角，哦，虽然可能是男配角了哈，这个博士也选的好，就是两个都很，就是。我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主角就是很活，就是不会很木讷，然后并不是很木讷那种型的，然后博士也不是那一种很沉闷的哦，就是很无趣的哦，两个都非常夸张，那个讲话还有动作啊，哦，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，对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。男主角选的不好，这部电影就没这么棒。同样的男配角没选的好，男主角也不可能让这整部片，显得这么有趣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天生一对，两个不可或缺的，就像周星驰跟吴孟达一样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是。最棒的一个，就是周星驰的电影里面，吴孟达永远是周星驰最棒的一个男配角哦。那我觉得这个《回到未来》这个系列也是这样子啊。你马蒂这个，因为我们也知道马蒂的之前有另外两个一个角色啦，然后。那其实他们导演一开始就锁定这个，他叫米高嘛，原本这个角色，叫米高，米高什么我不晓得，好，那另外他选了其他两个，那两个也有来拍电影，好像最后有一个来拍了，那其实我们看过他们的比较的影片，你还是觉得说米高他来当。回到未来的男主角还是最适合的。好，那博士的配件呢？就是还有这个手的，然后他另外一个没有戴手套的手，啊，那他这个没戴手套的手就，就没有任何可以握东西的一个手势，然后因为他还有个配件，这个扳手哈，我觉得扳手做的也蛮棒的哈。那他也不能真的像这样扳手可以拉起来的哦，因为他戴手套，这个只有戴手套才可以
戴手套的手势，然后手手配件才可以握住这个给吸。但是你一般的话，一般没有戴手套的手是没办法握的。那另外这只左手这个呢？左手这个好像就是关于拿一些书那个纸张的吧，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换一下它的头。这表情真的是太赞了。它还有一个这个护目镜，然后。护目镜的话，看起来它是要从这边去戴的。哦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沟槽啊，耳朵后面头发这边有沟槽，其实很明显就是要你去这样用的了。感觉没那么好用，你可能要先往后面塞吧。后面塞完之后，它这个有一定像，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韧性，然后还有它的弹性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撑，可能要用点工具啊。徒手塞绳不太好塞啊，但是小心它那个绳子还蛮细的，怕断掉。我觉得我可能会搞到断掉。不是那么好塞哦。好，那我的方式呢？我的方式是他先塞好这个眼睛、耳朵部分之后，再把绳子往后搬下去，可能这样比较容易一点啊。好，这样就很帅啊。很帅气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设计图的配件呢？这个是什么设计图啊？这好像是房子的设计图。然后这个是。这应该都不是贴纸，它只是一张纸而已。
这个是信封哦，就是里面有一张信，它是写给1985年的，说他是好像把信交付给1985年的自己吧，就说你可能会被谁暗杀什么的，要想保重身体。哦，然后这个。这很用心哦，这个是双面的哦，双面都印了。那它是设计的是这个，它这个飞这个时光飞车动力的一个设计图吧，我在想，然后。他用那个揉成纸团的一个设计哈，那你干脆把它揉一揉就好了。他还这样直接是用印的哦，那个纸团被揉合、被揉过的那个痕迹啊，然后是用印刷的哦，这有点蛮费工的哦，唉。然后我这其实不太知道这一张图，我看都是房子。那我没有在《回到未来》里面电影特别去注意这张，它可能也是电影的一个道具了哦。可是我没有特别去浏览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。哦，那我们换一只手来看看OK。哦，原则上换手啊，换手是都还蛮 OK 的，换手换头，都非常的顺畅啊。刚刚有一只把马蹄拿出来，那这个马蹄呢，大概就是马蹄很矮啊，真的没想到说回到未来，它可以把。里面的角色实体化啊，真的没想到啊！以前有这样的玩具吗？回到未来的玩具吗？不晓得欸，完全没遇过。我们都知道说有车子啊，但人偶呢？人偶才是重点嘛。不，应该说人偶也是重点啊，飞天车是重点才对，但是人偶也是重点真的，NCA 终于做出来了。那你还有什么期待什么电影 N 系列来做吗？对啊，真的做得很好，做得很棒。那。我刚刚又说少说了，刚刚不是说有做6只人偶吗？其实他还有一台那个时光飞天车啊，其实我忘记那台车的品牌是什么。对，我忘记那台车叫什么名字了。好，那。大概就介绍到这边了啦。